一农场不动产和股票 s a b a t Farms, Real Estate, and Stock）。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一年间，美国中西部农场资产价格暴增，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通膨即将失控高涨，而小型农村银行的放款政策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这个泡沫破灭了，农场资产价格暴跌百分之五十或更多，负债的农场主人和放款给他们的银行因此严重受挫。 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在这个泡沫破灭后破产的银行数目，是在2008至09年的大衰退中破产银行的五倍。1986年，我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购入一个面积400英亩的农场，位于奥马哈以北50里处。 这花了我二十八万美元，显著低于一家已倒闭的银行数年前接受这个农场为担保品所发放的贷款。当时我对经营农场一无所知，但我有个儿子热爱务农，他告诉我这个农场可以种出多少普世尔的玉米和大西豆，以及经营费用大概是多少。我根据这些估计，计算出这个农场的正常报酬率约为百分之十。 我当时也认为，长期而言，农场的生产力将成长，而农产品的价格也将上升。这两项预期后来证实都正确。我不需要奇特的知识或资讯，便能知道这项投资没有亏损风险，还可能大有赚头。当然，农场偶尔会收成不好，而农产品的价格有时也会令人失望。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会有异常好的年头。 而且我永远不会有出售这项资产的压力。现在我购入这个农场已近三十年，它每年的盈利已经增加了两倍，其价值是我当年所付价格的五倍或更多。我现在对务农仍一无所知。日前去了农场一次，是这么多年来的第二次。一九九三年我做了另一笔小投资，耐利。 呃，西佛斯告诉我，资产公司清理信托公司，打算出售位于纽约大学旁边纽约市的一笔零售不动产。我在所罗门公司当执行长，该公司的办公室是向赖利租的。当时同样是有一个资产泡沫破灭了，这一次是商用不动产泡沫，而政府成立了 RTC，以便处置倒闭的储蓄银行持有的资产。这些银行之前乐观的放款作业。 助长了愚蠢的商用不动产投机活动。这笔投资的分析同样简单，一如我那个农场。这项物业的无杠杆当期收益率约为百分之十。不过，RTC 并未妥善管理这项物业。待几个空置的店面租出去之后，租金收入将能增加。 更重要的是，占用百分之二十空间的最大租户当时所付的租金为每平方尺约五美元，远低于其他租户平均支付的七十美元。最大租户的租约在九年后到期之后，租金收入必将大增。而且，这项物业的位置极好，纽约大西学不会帮其他地方。And 我加入了一个小团体，飞利团体，成员包括赖利和我的朋友费德罗斯，一起买下了这项物业。 费德是经验丰富的高级不动产投资人，他将和他的家人负责管理这项物业。他们做得很好。旧租约到期之后，这项物业的盈利增加了两倍。如今，我们每年收到的分红超过最初投资成本的百分之三十五。此外，我们最初的抵押贷款在1996和1999年两度办理了再融资，我们因此获得数笔特别分红。 总金额超过我们最初投资成本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我至今还不曾亲自去看过这项布产。奥马哈农场和纽约物业产生的收益，我未来数十年很可能将增加。赫伦森这样着。虽然这成长不会是戏剧性的，但这两笔投资在我这一生中是是稳健和令人满意的。未来对我的子孙而言也将是这样。 我讲这两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投资的一些基本道理。你不必是专家，也能赚得满意的投资报酬。但如果你不是专家，你必须认清自身的局限，并奉行必定会有不错结果的做法。务必避免复杂化，也不要孤注一注。如果有人承诺你可以快速赚大钱，你应该快速地说不。考虑标的资产时，应集中关注它未来的生产力。 如果你对粗略估计这项资产未来的收益毫无把握，你应该忘了它，然后考虑其他标的。没有人有能力评估每一个投资机会，但全知是不必要的。你只需要明白自己的行动。如果你着眼于买进资产后它未来的价格变化，你其实是在投机。投机并无不对，但我知道自己没有成功投机的本事。 而对那些宣称自己持续投机成功的人，我也保持怀疑态度。掷硬币的人有一半会赢得第一掷，但这些赢家如果继续玩下去，没有一个能期望自己可以赢到钱。一项资产的价格最近上涨，永远都不一是买进的理由。针对我那两笔小投资，我只考虑这两项资产可以产生什么，完全不关心他们每天的价格变化。 比赛的胜利者是专心比赛的人，不是那些一直盯着记分板的人。如果你周末不看股价也能享受生活，你应该试着在周一至周五也这样。形成自己的总体观点，或了解其他人的总体或市场预测，是浪费时间的事。事实上，这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导致你无法看清真正重要的事实。 我看到电视上的来宾圆滑的评论市场的未来动向时，就想起美国职棒传奇球员米奇·曼托这句尖酸的话：“你不走进那个广播间，还真不知道棒球多么易打。”我那两笔资产是在1986和1993年购入的，随后一年，1987和1994年的经济利率或股市表现如何，对我做这两个投资决定毫无意义。 我不记得当时新闻或权威人士在说些什么。无论他们说什么，玉米将继续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里生长，学生将继续涌向纽约大学。我的这两笔小投资与股票投资有一个重大差别：如果你投资在股票上，股市开盘期间你的持股每分钟都会有最新的市价，而我的农场或纽约物业至今还不曾见过有人开价。股票投资人的持股。 市场持续提供可能剧烈波动的报价，对投资人理应是一件大好事。对某些投资人来说，确实是这样。毕竟，如果有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拥有我农场旁边的另一个农场，而他每天都向我开出一个价格，我可以按该价格将我的农场卖给他，又或者向他买进他的农场，这个价格会因为他的精神状态而在短期内大幅波动。 我理应受惠于他这种古怪的行为，对不对？如果他开出的价格低的离谱，而我又有剩余的现金，我应该买进他的农场；如果他开出的价格高的离谱，我可以把自己的农场卖给他，又或者继续经营我的农场。但是持有股票的人太常让好事变成坏事了，其他持股人善变和往往不理智的行为，经常导致他们也出现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总是有人喋喋不休的议论大盘、经济、利率和个股的价格表现，有些投资人认为听权威人士的说法十分重要。更糟的是，有些人还认为应该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一些事。有些人可以平静的拥有一座农场或一间房子数十年之久，但如果看到源源不绝的股票报价，并不断听到专家暗示投资人不要只坐在那里。 要有所行动的评论，他们就很容易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市场流动性本应是无可置疑的好事，但对这些投资人来说，却变成了一种诅咒。照理说，市场散崩、crash 或出现其他的极端波动，不至于严重伤害投资人。正如有个古怪的农场主不断向我开价，不应损害我的农场投资。 事实上，市场崩跌对真正的投资人应该是好事。如果他手上有现金，他可以在市价远低于资产价值时买进。对投资人来说，市场弥漫着恐惧的气氛是好事。市场中的人普遍得意忘形，才值得谨慎。提防。二零零八年末，金融市场极度恐慌期间，我不曾想过出售我的农场或纽约物业。尽管总体经济显然正在酝酿一场严重的衰退。 此外，如果我百分百持有一家长期前景良好的强健企业，我当时如果考虑卖掉它，也无疑是愚蠢的。既然如此，如果我持有一些好公司的少数股份，为什么要卖掉呢？没错，当中可能会有个别公司最终表现令人失望，但作为一个投资组合，他们无疑将会有好表现。 真的有人相信美国许多生产力惊人的资产以及无限的人类材质会被某种东西吞噬掉吗？查理和我购买股票时，我们的分析方法和我们收购整家公司时所用的非常相似。我们是少量的股份为整家公司的一小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合理的估计这家公司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盈利吗？如果可以。 而该股市价相对于我们估算的每股价值的区间下档是合理的。我们将会买进股票或收购整家公司。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估算未来的盈利，通常是这样。呃 y o u h a n d s,、uh, Johannes, <S 我们就会放弃，然后研究其他机会。查理和我共事五十四年间，我们从不曾因为总体经济或政治环境，又或者其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一项诱人的投资。 事实上，我们做投资决定时，从不讨论这些不重要的事。